那我们一般凡夫懂不懂得自己在五蕴中在做？你懂，是因为你已经不是真的很凡夫，你有听经闻法。一般的凡夫有的知道有五蕴，那是名相，但大多数一直是把结构起来内心的我的想法、我的知见、我的运作、我的觉、我的受、我的等等等等升起的这个答案执着，这就是我。所以一般凡夫根本不知道叫五蕴，也不知道这个五蕴杂质的这个我执是必须滤除的。所以很多的听经闻法的初出，照见五蕴皆空，就会有如上所说的这三种情形：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根本不知道自己把自己结构起来的这些东西一直收藏着，粘附在这上面，以这个为自己个人个别的这种基本的知见，其实这就是是，强调这个是就是我。凡夫在这种状态之下，身心的现象都是在满足自己这个是里面想要的内容，所以生活里面有贪嗔痴慢疑，心性里面有骄傲自卑、恐惧害怕、没有安全感，想要得到的是更满足、更平衡而已，他没有办法去认知、指认五蕴组合的这个自我是无自性的。如果有办法了解这个点，那也是有听经闻法的佛弟子了。所以我们要如何开始在这上面下手呢？就是离我执，回归到这里，很明白啦。你这个滤网滤的时候，是不是就滤我执啊？所以要离我执。那菩萨呢，是用法眼，诸法实相之眼，毕竟空之眼，离我执跟法执，这个就是观照般若，而对于实相产生了清净的实质，就像实相般若，菩萨的法眼。就是般若在观照中，他所证得的智慧，当然就是道种智。这样是不是会比较，不会陷入某一种瓶颈啊？那我们再了解哈，说五蕴皆空啊。都以为这个个人的想法、看法，这些东西是实有，其实这是习气而已，这是习气，是主观，而且是习气。你在解释世界，你在定义所有的一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五蕴没办法空。如果你能够从中去看到所有的一切是无常，它在变异，这个因缘呢，这个因缘在所有和合的时候会有某种相状，你自己的心理结构的这些也是依着因缘的相状而解释它，
但这所有一切其实还在变。如果你先不要把自己以为认知所有的一切这个答案锁死了，锁绑了，在这上面你会从中啊滤除掉那个烦恼心。因为当你定义之后，这个答案的背后即会评估，把我的身份跟我的理想放进去，他没有办法在这里面完全无是非而客观。这就是一般凡夫无法抽拔烦恼。那所谓的色受想行识，其实不是实在的，它是虚幻的。这是怎么来呢？那我们就由楞严经的这世尊为阿难解说的这几个主重点来了解。这个点基础是已经有你这个人，所以这并不是在讲世界的形成跟众生的形成，而是众生已经有五蕴的状态。所以这里面我倒着讲，我先讲世。世蕴，世尊在楞严经告诉阿难啊，这个世蕴啊，以颠倒妄想以为其本。所以当我们看到任何的这个色，这个色刚刚讲，如果你基础点知道它是生灭，你就不会有颠倒见，因为它是空，它是无常，它是因缘和合，既是有亦是空。你如果有颠倒妄想，也就是你认知错误，你认知错误就会积聚起来，积聚起来了这个事。其实当你这个事积聚的时候，色受想行是不是走完了？这是一个没头没尾的轮回，是没有头没有尾。你到底什么时候有这个资料库？无从查考。所以叫无始无明。再由你这个世运为基础，看到色运，你是不是坚固妄想以为其本？你把你前面的颠倒妄想成立了，那你现在用这个颠倒妄想的基础点去看色运，又坚固了你的妄想，积聚起来叫色蕴。众生自无始以来都认为物是实有，这个是习气。学佛越久越知道它是因缘有，它是情，众生有情啊，情妄。你这个情感啊，你都以为这是妄想，它是实有，事实上它是非实，它是虚，但并不是说无，并不是说它没有。我们一直要把这个点给立清楚。那受蕴呢，是不是刚刚的坚固妄想之后，虚名妄想以为其本？每一个接触的点，也就是你的觉性跟这个色物质界的一接触的时候，刚刚坚固妄想这个色为实，当它为实的时候，你就会解释它；当它是虚的时候，你就不会那么解释它。基础点听懂意思吗？我们看一件事情，变魔术大家都看过吗？
你知道他在变魔术的时候，你会不会那么强烈的解释他？不会，爱的半片人，咱甘愿给一片障眼法。你是不是自己不会那么的解释他？看完之后，你会不会起很高的情绪？不会啊，都看得触鼻触鼻，爱的魔术的本，是不是就这样？因为你知道，你知道他非实。那问题是你不知道他非实，所有一切你都把它认为是真的。这个实的固定的想法，坚固的妄想，让你在受的时候，其实它是虚的，它是不明白的。可是你以为接触起来，我就得取读它是实况，所以虚名妄想，以为其本，这个就积聚起来，有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当你看变魔术，你知道它非实，可是它变的样子又很真，你答案是什么？不苦不乐受，而且无助，是不是就无助？所以推向无忌，它是不是就无忌？你就不会产生多余的想法，你也不会把它放在事里面。你不产生多余的想法，内部就没有很多的运作，只是观察一下，想那么多干嘛？你又不要去当一个魔术师，而这个魔术就是这样，这上面的解释就不一样。所以这个受呢，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这个是幻身领纳外尘而得受用。因为你肯定外在的实质存在，跟肯定自我的实质存在，跟肯定自我的价值之间的存在。当这么多肯定、肯定、肯定的背后，你对于所有一切的领纳都变成实质存在。如果你明白知道地水火风四大因缘和合，所有外界的物件、时间、空间、事件都是人事物结合起来的，这些呢其实非实，它一直在变，它一直是在生住异灭，它一直在变异中。所以你所得的这些东西，你不会有那么强烈的苦跟乐，你知道它终将会变异。如果你知道它终将会变异，这是佛法产生的作用，你已经达到不苦不乐。但有没有办法真正五蕴皆空呢？那个是要亲自证知，一个是看起来明明就是这个样子，那我解读的也是这个样子，但是另外一方面要指认这个非实在，所以我的过度解释这是不必要的，是自我建构起来的认知答案，这要矫正，矫正认知。这个地方这个动作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放下。当你放下事之后，你的受绝对不会有问题。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受，简单解释啊，就是因为虚幻中啊，拿这个幻影以为真，想运也就是六根对六尘，这是六个门户嘛，就是色，我们人的色，色受。人的色就是眼耳鼻舌身，对不对？结构起来的心理状态叫意。那这个想运呢，也就是心缘外境而成相。我们开堂的时候有在讲啊，什么叫心的相？其实它本来是清净的，对不对？它本来是无一物的，但我们心缘
外境把这个相给成立了，想就会融会贯通，自己会串习哦，自己会这个比对那个比对那个加诸你另外的一个揣测，所以融通妄想以为其本，是不会融会贯通。但这个融会贯通又不是清净的融会贯通，而是夹杂着个别的自我意识的融会贯通。所以这个想是不是就这样澎湃汹涌活泼？那这里面呢都会有一个现况的觉知嘛，我们现况的觉知加上过去的经验值和作为这个想的素材。其实这个想是无形无相的，对不对？受是一个主观的领纳，它可能还有一个温度的高低啊，身上的痛痒啊，这些短短的时间的一种感触接触点。而想呢，说实在它是无形无相，可是却在这个一个人的内部啊，不断的有一些存续的一些串流的想法思想，对不对？这个是太妙了。以众生来讲，你好聪明啊，你怎么能想那么远，你怎么能想那么多，是不是叫很妙？是不是叫很妙？那以佛菩萨，你怎么能够觉悟实相一下子都那么明白，是不是也叫妙？差就是那个滤网，滤掉的东西。一个是全部的实相是毕竟空吻合，就是真的道理，宇宙人生的道理；一个是天马行空，不是道理，那个道理是自己的。这个就是想运了，积聚起来是不是就这样啊？那行呢，就是我们的意志跟心里面产生的作用。这个动作想的时候其实就是行了，以这个动作在运作，它是不是就是行？受跟想中间还可能有前后次第，想跟行几乎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以内心意志跟心的作用造作，这个造作的动能在运作，念念就产生出来，对不对？念念这个出来是不是它在运作的时候就一念一念一念的答案出来啊，冒泡啊，念念生灭，千流不息。所以这个行运呢，是幽隐妄想以为其本。其实他在里面是不是看不到他有什么样的样子，可是是不是就在运作了？那这个行啊，如果我们把它当成一个动词，也就是它内部的一个运作，这叫内行。以外行来讲啊，也就是你内部结构出来之后产生身口七支的运作，你身口是不是就会启动，就行于外。所以如果我们修行到底要从内还是从外着手，是内引发外。那你说有一些是下意识的动作啊，求生的本能呢？像有根铁钉你没看到，你脚踩下去痛，一刺激你马上就把脚抬高离开，远离那个痛的来源，这个下意识的动作里面啊，那个是生理本能。那个时候色受想行识都没有发生。其实你注意，你踩到铁钉腿拔起来，有没有色受想行识？是拔起来之后才解释色。在那个痛点的时候，受其实还以认知点是一个尖锐的东西，
然后这个重点，第一放到尖锐的东西，第二才放到我的脚去踩到尖锐的东西。这是一个先，一个后。如果你以脚刺到一个尖锐的东西，你拔除的时候，你第一个是我踩到一个尖锐的东西，这个是这个人中我，如他是比较主观。如果这个人踩到尖锐的东西拔起来，他是痛，他是有一个尖锐的东西被我踩到，第一是尖锐的东西，第二是我。同学听懂我意思吗？有的人他思想模式是这样，好痛哦，踩到什么东西啊，他是先我踩到尖锐的东西，他主要强调是我。有的人是踩到痛，有一个尖锐的东西被我踩到，他先忽略这个痛，哦，去看是什么东西。人是不一样的，其实所有的一切就是因缘法，是不是就是因缘法？那你如果以我好痛，什么东西不重要了，重要是我流血跟我痛，这个是完全的重点放在自己。修行到底要哪一个才对？想想看，是要排除外面的这个东西，还是要排除我的痛？重点是要在那个尖锐的东西，还是重点在我的痛？尖锐东西，你可不可能消灭它？可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你要接受尖锐东西，接受吧。你是不是要接受尖锐东西？它与你有没有情感关系？没有。所以它是不是无是非？它是不是无是非？他既然是无是非，就不要产生对他的讨厌，是不是不一样？你内心对于这个受是不是就 不一样？为什么去踩到那个尖锐的东西？如果他是东西，他不会跑，欸，是你跑，是你在动，你是动物，所以是你在跑，所以产生这个尖锐东西。所以这个因缘是自己救因缘，还是因缘来救你？当然两个都是叫因缘啊，对不对？但是是不是自己去救这个因缘？当自己去救这个因缘的时候，还有谁可以怪？也自己也不用怪。自己也不用怪。痛只是痛，所以它里面就没有怪物，它也没有怪什么。你可以说，啊，怪自己啦，都怪自己，你就是很爱自己才会怪自己，因为要保护自己，一直以为自己是本来就可以无灾无难，本来就是不可破损，本来就该如此的完美。其实这就是又回到一个对个别我的过度认同，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所以这个受，我们再来看这个受。当你有意识的背后，现在讲到任何意识都要去洗这个事。当你对于自己的所有的一切有保护心，这个我是放不下的，自然生命在走的时候，你就会很多很多的逆境。
你就有很多的不顺遂，因为你已经建构了某一些事在背后，对不对？从刚刚的这个举例里面啊，我们把它做个总结。色相是无实体的，无自性的，色蕴是四大和合的，所有一切物质的都是四大和合，自己也是由这个四大和合的，就是地水火风，在产生色声香味触，所以地大就是物质的，跟这些色声香味触这些所有的，一一都是自性不可得，因为它就是因缘法呀。所以知道这个色是假名，所有的一切都是假名，它是一个暂时的存在，所以它虚假。如果你知道色蕴是空，那么其他的受想行识是不是也是一样啊？它也是非实嘛，因为你基础点这个地水火风，它就不是永远存续的样子啦。你小学一年级跟大学一年级依然是色受想行识啊，可是它解读的所有认知的是不是就不一样？那到你81岁。有点小小的退化，你对于色跟所有一切的认知是不是也不一样啊？所以这些也有很多是忘却了，陈年往事也会忘记。那那些物质啊、世界啊，甚至于自己的四大，也是一样不可得。在变异中，诸法都是一样啊，因数有影，数灭影亡，如果有这个树就有这个影子，那如果这树没有的时候也没有它的影子，所以当你四大不存在，你这个五蕴也无从着落啊。那我们了解，其实这就涉及回来谈到基础上五蕴，又回到讲这个色法。所以不管你哪一支，都是要去了解到基本色法的过度肯定跟色法的这种定义，才会让自己陷在这种焦灼里面。谈到这个身的色，这个身呢、是不是色蕴？身就是色蕴嘛，可是这个色蕴是不可得，色蕴不可得，所以你的受蕴是不是依这个色蕴而来解释？那色蕴既然会改变，你又何必永远要保护它、坚持它、爱护它、执着它？这是不是定义错误？是不是就是定义错误？所以这上面你应该很明白的，这个受之后的想行在解释，这些都基础于你这个色蕴的执着。所以照见五蕴皆空，有强调这个色蕴它非实，但不是否认，它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它是虚假不实，并不是没有存在，但它可以大用，妙用无穷，但不需要是痛苦的。如果这样子就是知道空，就是知道空的道理。在《大明三藏法述》卷21里面，他讲了，一切众生皆由色受想行识无法积聚而成身，这五蕴即为真如实相之理，所以称为五蕴实相。也就是刚刚讲
五蕴是不是夹杂的自我个别意识？如果滤网滤过的时候，五蕴是不是佛菩萨的大机大用，观照实质，所有的菩萨行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色蕴的实相，色是执爱幻色，真实的道理是般若真空。所以幻色，我们看到色的时候，幻色而名真空，我们就了解它是真空之理。所以色蕴实相其实就是真，就是般若真空。受蕴实相一样的道理，这个受蕴，受是不是有六根幻受？是不是六根去受？所以六根幻受实是般若真空。你这个滤网滤过的时候，是不是其实它就是因缘嘛？外界的因缘跟你的这个因缘而已嘛，外界的四大跟你这个四大的结合，其实受蕴的实相也是般若真空。在我们幻受的时候就要明它是真空，你就是滤嘛，所以清净嘛，应该用清净去受嘛。所以受蕴的实相就是般若真空。再来想蕴的实相，为什么会想？是不是缘思幻想，就这个幻而去思维它啊，就的这个点把我加进去的想滤，你就用滤网滤嘛，滤掉那个我的杂质，是不是就是实相的道理？滤掉那个我执啊，自我定义的东西，它本来的所有的道理就会浮现嘛。所以这个想蕴的实相也是般若真空。我们在幻虚幻的这个想里面就知道它的实相是真空的，它是清净的，所以是般若真空。行蕴实相也是般若真空，现在都要跟般若扯上关系了，知道这样智慧才能现前啊。世蕴实相，世蕴其实就是分别幻世结构起来的嘛。世蕴是不是就这样？但你这个世蕴里面呢，你就是抽拔掉那个杂质，这个就是清净的如来藏，就是清净的如来藏啊。过去的所有的经验都叫功德，当他无是非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菩萨的道种智？是不是同一件事？同不同？当他是世蕴的时候，分别幻世的时候，就是带着非实的自我意识嘛，把这个抽拔掉，是不是就是实相？看得很明白，那也就是过去的经验是无是非的经验，是不是就是道种智？道完全在这里面融合圆满，是不是就是佛的一切种智？佛以前也做过很多不怎么光彩的事啊，经论里面都有讲他的故事嘛，本身经里面都有。可是到最后佛成佛的时候，过去的所有一切清净了，他清净之后知道宇宙人生的道理，众生的因缘和合，所有的一切也帮助过什么？有杂染意识呢，还是清净？他的解释就不一样。无杂染意识的圆满就叫菩萨道，有杂染意识的行为就叫贪嗔痴的造作，就这样。一个有答案叫轮回，另外一个有答案叫正佛果。时间空间的关系是，一个答案是不断连绵而重复，另外一个是自由自在而随缘示现。一个受环境跟时间空间的条件所捆绑，
另外一个是没有环境、时间、空间的障碍，这样是不是理很清啊？所以分别幻视，它的实相其实是般若真空。所以我们在有这个幻视的时候，而明真空，要知道这个滤网要滤了。所以世运的实相其实是般若真空。这样读这个是不是比较有意思啦？那我们再讲空啊，照见五蕴皆，皆是没有漏网之鱼啊，它没有遗漏的。我们众生之所以在九法界跑来跑去啊，修行人有时候空，有时候空不掉，因为它不是皆，它是偶尔，知道吗？它不是在在处处。而修行所谓的实证，所谓的亲证，所谓的限量，所谓的限观，都是在讲皆，它是没有意外。所以照见五蕴通通，不会有一次的闪失，而是空的。那这个空啊，我们就要了解它的意涵。刚刚讲啊，我们把它解释成这上面无绝对的存在，也无是非，它是实相毕竟空，也就是有，这样子就不会偏差。所以照见五蕴实相是般若智慧，那般若智慧是不否认有，而是知道它的道理空。所以这样就是这个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空的意思。它并不是说照见五蕴是没有的，它不是否认否定句，因为菩萨不否定不否认一切诸功德事，对不对？所以一切法皆空的这种观念叫空观，观照一切空就是发现真实的价值。我们一般来讲啊，有的存在会产生一个对立，希望它不存在，这个是期待中的一种空的解释，这是对于物相而言。经论里面的空不是指这个，它不是相对定义空，它不是这个，它是在讲你存在是因缘而生，所以它没有实体的存在，它不是否认存在，而是它的存在是会回归到宁静没有的状态，它会隐。所以你不用在这个存在的时候有个别我执，也不需要对于这个存在的存在的这个相状跟定义有不能够改变的法执。所以这样就是照见五蕴皆空的这个空的意思。所以观空就是发现它真实的价值，意思有是妙有，空不爱妙有，而有它的真实的道理是空，就是不有，有而非常有，空而不常空，这个就是照见五蕴皆空。
这样可以了解吗？所以刚刚讲的否定有的那个那样的思维法，那是不了解的时候。但修行人常常会有自己编排的以为啊，因为没有办法一下子在经论里面就完全能够懂它的意涵，所以常常会有一个次第性的自我以为，所以要否认这个痛苦，否认或是去除掉这个烦恼，那这样子连觉性也压掉了。所以照见五蕴皆空，记得我们今天所使用的用滤网滤过，就叫得佛之实质。大乘中观的空义是依照龙树菩萨中观论所持的见解，所以这里面呢特别讲啊，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若无空义者，一切则不成。空就是无碍无阻，就是没有阻碍，没有阻挠。那如果我们在生命的运作在在处处当中，任何的感受到有一种冲突，有一种痛苦，有一种受阻挠，心中尚有这种念头，这个就是未能实证空义。这个时候就要用般若智慧来照见了，叫照见诸法似有而实空。因为在你心中未能实证空义，所以你内心会有这些东西如云雾，但这些是似有而实空，其实它真实的道理是空的。所以每天回去要念心经啊，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是自己的课题啊。般若经所说的空义是舍离有无两边，因为心经是大般若经的精髓啊，整部的般若经讲的空都是在谈到离两边，也就是有跟无，也不止中间才是真正的中道实相空义。所以空里面呢，无有相也无无相，空义能成一切法，也能破一切的执着相。讲到这样应该很清楚了哈，不清楚我们就而后再来好好的再了解了解。那我们再谈到怎么办才能够看到这个空啊？我举一个大德星云大师他的著作里面，他讲啊，我们怎么可以看到空？他说从相续假看空，无常故空，就是所有一切的存在，纵使是你心里的状态啊，也是一样。你从相续，它是不是永远一直这样？其实不是。你过去的爱有没有到现在还很爱？转变了素质。你过去的恨有没有现在还很恨？那安内你都无修啊。负面的东西比较会停留久一点啦，正面的东西有时候会被某一些发生的故事给淡化了，转变了它的素质，对不对？所以从相续假看空，无常故空，无常其实就是空的意思嘛。从循环假看空，很多的因果因果循环循环有没有变？有一点到现在可能还没变，就吃饱了会饿、哦嗯、
然后饿了再吃，吃饱了再饿。看起来好像是这个，事实上，饱跟饿它是个现象，它是个现象而已。现象缘起性空啊，从和合假看空，也就是缘起故空。和合因缘有，因缘无，所以是缘起法。既然叫缘起法，就不是永恒的存续相状，所以它也是空。还在哪里可以看到呢？从相对假看空，相待故空。很多因为这样所以这样，但任何的一个条件变异的时候，它的答案就会变嘛，这是相待的。所以这里面是不是因为它是相待的关系，始终对待，它不是永远的，所以也是叫空。从相状假看空，因为相状没有一个标准，到目前你有没有看过标准从来没变的东西？有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有变异，成住坏空，只是它时间拉得长一点短一点而已。当它条件不一样的时候，它也是会变异的。但有假名故空，所以一切 语言文字是不是是一个代表，是一个假名，安立的假名。连我这个我这个字，每个人都发一个声音叫我，通通这个我通通不一样，没有一个我永远是那个样子。可是这个假名都叫我，是不是也是空？从认识不同看空，心境无定准故空。我们在认识所有的一切，知识是不会增加，但同时也会退化啦，也会修正。以前说塑胶袋好用啊，现在说塑胶袋会致癌，是不是？但是那个真正的实相是什么？这一切都是众生的认知啊，对不对？那缘起性空，在所有的缘起法里面，你就要知道，它就是要因缘和合，条件吻合才会有，所以它本来就是空相。这样子是不是很简单？如果不知道如何法显空，回去实修啦啊，实修课题，回去你就仔仔细细看哪里是空，你会发现所有一切都空，哪里不空？你会发现你现在发现的所有也都不空。再讲一次，你回去是不是发现都不空？然后你再仔仔细细的去发现，其实不空是不是就是空？是不是这样？只有一个东西还在，就是你发现空跟不空的觉性还在。所以发现空跟发现不空，就是觉性的妙有，就是般若，这就是般若，它是清净的，无是非的，叫般若实质，对不对？那么讲啊，照见五蕴皆空，菩萨证得空之后，发菩提心，还是发菩提心哦。所以虽然知道世间是无常的，是空幻的，可是他更知道所有一切的妙有是无是非的，
所以在空的道理中，智慧的使用着所有的妙有去帮助众生发现空，然后在他的生命里发展妙有。所以菩萨不是在空里面不能运作，是证得空之后的人，证得空之后的菩萨更积极的妙有。所有一切皆空也皆妙有，这才是空的积极意义。不是要创造，而是随顺实相因缘。这里面没有期待，也没有否认，这里面就没有苦，所以度一切苦厄。